第一时间吃药，这么快就暴击了吗？我的剑准备好了，真的，徐叔肯定给他不灭力，准备去死吧！等付出之后。 赵信在下，这也称得上挑战吗？马上就好。 猛牛栓，死吧！姐，我干了！干嘛呢？出了，还跟我刚，一定多两把长剑。 我真的是个如命之物，你要跟我硬刚到底？你以为你刀刀都能暴击？他们不敢反击。不用回了，他们双刀。哎。 准备去死吧！哎呀，这赵信的头，蛮子的头，蛮子之前。 然后肚子没掉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脸。 Come on.
屁股了。招闪干嘛？加料在这里，我这波拦不住了。给蛮子头啊，蛮子之前他从这边过了，张辽的这你还要做大，你穿墙200多，要交大你让我早点杀你，我吃兵去了，你要交大拖时间下波给大呀。现在知道跑了，我看有个鞋一直比我他一要好，你在干嘛？不用杀不了你了，哟呵，可以，之前呢？那个鞋，我可以来下了。下了一塔掉了，别人也尝试过，你要放小苗，只有我成功，妈的这留野，OK 勾你，他几个马上消失，他们鞋子里。
面。起飞，要重伤。小走位还不错，再吃一次。准备去死吧！招新没补，要补红心。这样子打。你就单打爽呗，来把他顶回来，这你还招吗？哇，冰石。你爽了，吃了还七百块。我从不退缩。全是回复，只靠一个点重伤有点不太够。这有点弱啊，他说这个从爆发中保命，这个减伤还有减速。奶妈大招放晚，没给到维鲁斯，但是维鲁斯死不了。优雅。
视野。两个大技，这边就马上比较沉。我没有对手。好，打个大招。加了大招就被骗出来了，这蛮王还有大的，我杀不了。直接扛，扛塔，状态真差，我晕倒了，还不卖他，你不会觉得你能给他奶上来吧？哎，把他顶走。护国神牛，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这还是来个重伤的，对面回血太多了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你喜欢 A 我？攻击来了。哇，轰到死！我的小影刀没用了，他两个大点，是有点快的。来个重伤的，他这移速好快，450是移速，他刚移速太快了，不然他其实调控不到。他这移速流，我来了。出大影不刀怎么出血手？重伤的还行，主要对面那个阵容回复太多了，需要重伤。大重伤也有 CD 半肉，还行。主要来个重伤，对面回复太多了。我不要，我的大影不刀。吸血，他被死亡之舞烫死，这流程没大，他也扛不住。这维鲁斯加蛮子两个人把大龙偷了，维鲁斯加蛮子两个人可以打，他们那个特效流打不很快，很吸血。
的疾跑太快了。不要犹豫，再买瓶药，2500。红 buff 回太少了，回太慢了，没蓝了。哎呦，这沉默，我操，弯不了技能。我应该去预判他第一段沉默。带三个大姐。变成大坤坤，51韧性 ，CD 也有，蓝王都是你这个。我的剑准备好了，来干。打起来！帮我拍起来！你打得过他吗？把王杀的对面打起来，这妈的动不了，这都把沉默，输吧输。就一波吗？对面复活，蛮王，快出来守！蓝王不出来守，什么意思？可以打了。妈的，这沉默，补不上血，这特效流。这重伤，感觉换不了。奶妈沉默觉得太恶心了，安不了技能。加里奥一束流，450的一束，不好用。找我刚刚大影魔刀在 CD， 不然不一定会死。
大一刀出来还在回血，对面就一个重心，但大一刀在 CD。中山还照耀，四个大人特效五，拉满，三还是很高。467的一出，这个沉默，沉默太烦了。造型一个人过去，这也称得上是挑战。还有金身的，你伤害高，我伤害不高吗？两个给你带着。爆分！哎呀，我还不把他杀了，又想杀他又想跑，结果怎么都没干成，杀他就死不了，快杀他，但我这必死。